大家好，我是 Eric。 今天讲个朋友，我就刚刚喷了个头盔做 Multicam， 他原先就是沙色来的，这个就是 FMA 那个超 Revision Cayman 那个头盔，之前都有做 review 的。旁边就一个 Multicam 帽，都纯粹分享一下喷过程。我就少了色的，少了这只棕色玉色这只咁嘅色，咁所以个头盔就比较即系比 Multicam 黑少少。咁啊，一开始咁我就有呢啲纸啦，咁呢啲纸我就自己整嘅。咁我就纯粹将攞幅 Multicam 图，咁啊度翻，譬如度翻呢100cm 1cm 嘅，咁啊拉翻个电脑图做1:1比例，咁就勾咗两张 A4 纸嘅大细出嚟，咁之后就开始我叫做黑色啦，咁黑色就勾出嚟入咗张纸。咁白色勾出嚟，深綠同淺綠，咁我就分咗四隻色嘅啫。咁即係棕色我就冇印到紙嘅，咁就之後再講下點解啦。咁咁我都編咗 number， 咁都話啦，咁我用咗兩張 A4 紙大細嘅紙啦。咁個頭盔就用翻一張 A4 紙到嘅，咁所以按比例嚟講咧，咁我就好多時都用咗一半就算啦。咁我就譬如 B1 啦，咁啊 B 就個黑色啦，咁一就第一張。咁我首先就將個頭盔噴曬黑色，咁就黐咗半張呢啲紙度啦。咁黐完之後咧，咁我再噴第二陣嗰陣咧，咁個黑色咪可以保留翻喺個底。咁首先就黑色先啦，之後就到我叫嘅白色啦，即係呢啲白色點啦。咁白色我就冇嘅，咁我就用咗呢只嘅沙色嘅油當係白色。咁至於頭先我所講嘅黑色咧，我就唔黑得曬嘅，咁我就用咗呢只 Earthbound 嘅顏色做底。咁噴完沙色之後咧，就到深綠啦。咁深綠就係呢只我就叫深綠咯。咁深綠我就用呢一隻嘅呢一隻咩係咯？呢啲咩荷蘭 FG 呢只。咁之後噴完深綠，黐埋深綠之後咧，咁淺綠咧，我見佢有少少漸變嘅淺綠，譬如啲漸變咧，咁淺綠我就用咗呢只叫做先啦 ，Army Green 呢只溝埋呢只 Forest Green， 咁呢兩隻就做咗漸變嘅綠色啦。咁做完漸變綠色之後咧，就再黐紙啦，黐完紙之後最尾咧就係、是。原意上就應該是這隻棕色的，那我就沒有，但我也不想買那些雙星無人油啦，那所以最後我就想嘗試試溝這兩隻撈埋，就當是那隻玉色那隻色，但是誰知是有少許失敗的，那所以就變成頭盔偏黑。那但是大致來說我都覺得不算是太差的，是暗了一點，是差那麼差那麼這隻色咯。那有時這些 overlap 的位置都可以黐上去，咁可以整啲搭住啦。咁一開始勾圖嗰陣，譬如勾完黑色啊、白色咧，咁剩翻綠色嗰啲位置都會填翻啲窿先至再印出嚟嘅。同埋今次準備功夫多啲啦，咁我就所有都拆曬啦，就同上次唔同。咁你見我上次噴網紋沙色，即係噴網紋嗰陣，呢啲位置都噴埋啊，因為就冇拆呢啲，就冇拆個 bell。咁今次就乜都拆曬嚟噴啦。咁而家就睇下朋友嘅過程啦。
咁黐完 light green 之後就噴埋最尾兩溝撞咁嘅撞棕色嘅色啦。依開始睇翻咧睇到好似撞得到嗰只肉色嗰只色啦，但係點知嗰啲色咧就噴曬落啲有 label 位度咯，咁變咗搣出嚟嘅話就甩曬啲色，就反而噴唔到啲冇 label 位咧，就變咗成個頭盔偏黑咯，之後去到最尾。咁啱啱睇完成個過程，咁啊講翻啦，呢啲就唔係普通貼貼紙嚟嘅，呢只係一啲膠嚟嘅。咁因為之前諗咧，如果用紙咧，即係如果用貼紙紙咧，噴多幾浸就可能會淋咗或者爛咧，咁所以變咗用部機 cut 呢啲膠，即係類似膠片咁嘅紙貼紙咯。咁亦都琴日啱啱落咗場嚟啦，所以就同埋啲色都隔咗四五日噶啦，咁所以應該都定型噶啦。咁啊係咯，咁啊落咗次場，打咗場 outdoor 啊，咁見到少少位都刮甩咗少少啦，啲油。咁今次就係純粹同大家分享一下噴霧啲 cam 過程啫。